这山楂给它清洗干净。肥肥上人电脑上坐着，一会儿回来人打你哦。哎呀妈呀，穿完这些了才发现反了，他应该是把尖儿留在扎在那个稻草里的，结果我给整错了，这些给他撸过来。这个反了也比较简单啊，咔咔咔往上一撸就行了，看看。看看山楂已经穿好了，咱们开始去熬糖。一盆糖，半盆水，开中小火开熬。中小火啊，给糖给它完全融化。现在冒的是大泡，大泡里面都是水分。最小火啊，我们把这个锅舀过来。开战了啊，剩下的底儿浇上，咱做个拉丝。看这丝儿攥的怎么样，妈呀，像不像老爷爷的胡须，拿着。我感觉蜘蛛洞出了妖精了吧。看看今天这糖熬少了就挂出这么多，还剩点啊，咱拿出去。拿下来了啊！为啥叫糖墩儿？就是因为底下有这个糖片儿啊，所以叫做糖墩儿。来，插在架子上。糖葫芦已经挂好了，谁想吃啊，来取来就行了。这么多呀，随便啊，我先来一个，亮晶晶的，挂的好不好就看它粘不粘牙。一咬我看它都碎了。哎呀，这糖熬的正好，这是山楂籽啊。表面这糖啊非常酥脆，酸酸甜甜，老好吃的。冻一宿之后，山楂就变成冻子了，那时候吃更有口感。